癌指数七万案例，整个腹腔都是癌了。对，医生说的。那什么时候检查出来？就上个礼拜。上个礼拜。上个礼拜是因为我住院的时候肿瘤指数两万多嘛。然后后来上个礼拜是变成七万多，他就说你不做不行了，好，就不想要做。